聊聊火影手游玩家的抽象行为啊。其实论抽象程度啊，在游戏界能够与火影手游玩家媲美的，我估计也只有第五玩家了吧。今天这个事儿啊，是我在决斗场啊碰到过很多次了，今天又碰到了啊，我就想跟大家聊聊，全当抛砖引玉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咱们火影手游玩家的一些抽象行为。这里是第一个抽象行为啊，他原本是不需要开大招就可以把我带走的，结果他选择了全部拉满，我也是服了，这也是造成他悲剧的一个原因啊。说你学谁不好，你非得学大鬼老师。第二把他的清水啊只有一个豆，然后我的面具男一个顺身啊骗了他的豆之后，再用一个千叉定住他，他就变成了一人无豆全家看戏了。面对英佐躲掉千岛瑞枪，喷火摸奖没摸到，然后一个顺身摸到了 OK， 这个人又没了。然后注意啊，下面第二个抽象行为马上就要出现了，当他掏出他的第三个忍者黄猿的时候，开始向我发这个拉钩的表情啊。众所周知啊，这个拉钩表情在火影忍者里面啊代表了羁绊，我也明白啊，他想让我放水让他蹭个豆之类的，但是考虑到他的清水啊把我打得这么惨，当时还如此嚣张的把马桶都拉满了，我就没有给他机会啊。后面他还不停的发拉钩，你发拉钩是你的自由，我放不放水是我的自由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有意思的来了，当他即将被终结的时候啊，开始发摸头了。这我之前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，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？你还知道哪些抽象行为呢？